Hello, everybody.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2:30，然后我要来收行李了。Let's go. 我想说，我大概还有8个小时就要出门了，然后我现在行李的进度是零。有没有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因为我上次在香港收拾行李，也差不多是这个效率。好，我现在收了大概有70%，那剩下的30%就是一些充电的电器，或是明天早上还要用到的东西。那就明天早上再早起，然后收拾。晚安。特地起了一个大早，然后呢差不多把东西都收完了，现在是早上的9:15，刚还出去买了我之前隔离的时候最爱喝的白咖啡。题外话，我现在还有几件事情要做。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叫Lala Move， 因为我前两天不小心把 Killing 的那个麦克风跟脚架带回家了。还有一件事，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做线上台湾的入境申报，先做完，等一下通关应该会比较快。差不多了，然后Lala Move刚刚也寄出去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决定回台湾呢？就是家里有些事情，然后就是跟家人讨论了之后就决定回去一小段时间。现在虽然台湾的疫情很严重，但是两边的防疫措施都松绑了嘛，其实我本来就有在考虑是不是要回去。我知道台湾的疫情现在很严重，尽量努力的保护好自己。我不知道，我觉得整个疫情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那就是我觉得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我也想要尽量抽时间啊，然后安排，然后回去陪陪家人，陪陪爸爸妈妈这样子。虽然说防疫现在比较松绑，但是我比如说要 travel 一次真的好累哦，又要找防疫旅馆，又要订机票，又要做 PCR， 又要收行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劳心伤神的事情。不知不觉的距离我上次回家其实也7个月了，就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一段时间。我这次回去大概是1个半月左右，所以我前段时间就是努力的想说可以把尽量把事情在香港先就是告一个段落，我再回去。暂时我之前想要再回台湾之前就是做完的事情也差不多都弄完了。非常感谢我身边的贵人们、同事们。Had to ask a question if you happy, girl. I'll change your mind anytime in this happy world. Let's go and kick it, you and me, and see what love unfurls. Cause girl, I bet you love some tugging on them lovely curls. Hold up, a week up after that, believe we started dating. My heart was racing, but never felt my time was wasting. My mind was chasing, ain't no debating. I'm feeling you.Trying to get together, figure out what to do. 好，我现在已经进来了。我刚刚大概花了总共15分钟吧，包含check in、安检，然后通关，很快。因为其实现在飞的班机好像也不多，所以也没有什么人。At least I'm here. 对，因为我刚先入关了，那我先进来之后再打核。那其他的 scope 都还是一样是吧？各位，我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到那个酒店了，然后我刚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我拿到房卡之后，我上去一刷，就打开里面
怎么会有人呢？然后我就再关起来，然后呢再刷一次，再打开，我说不对，这个有一个行李箱，有一双鞋子，这个里面一定有住人。然后才发现原来是酒店给错房卡了，对，吓疯欸。我这次订的是在华山附近的一间酒店，虽然说这次只需要住七天，但是我还是很认真的挑到了，我觉得很各方面都蛮符合我需求的。第一个就是木头地板，然后采光也比我上次住的好很多。一进来就是一张大床、大窗，然后那边有一个小沙发，这边有个桌子、电视，然后这边有一个落地的这个衣柜，我应该不会用到。房间的另外一边呢，就是浴室。这间浴室也是我觉得很棒的，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有感觉到吗？它有一个可以泡澡的地方，还有一个淋浴的地方，然后厕所在后面，大概是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 room tour。虽然说我是真的非常非常不会介绍房间，我常觉得专门介绍景点或是酒店的人非常厉害，因为我讲来讲去都差不多。我会把我住的酒店放在下面资讯栏， just in case 有人想知道。但只有住七天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就大家选一个你方便的地方就好。好，那我现在准备去开会了， go。 这间真的采光很不错耶，大家有没有觉得跟我上一次的隔离 vlog 比光线好很多呢？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我现在要来吃我今天正式的第一餐，就是什么？是三妈臭臭锅。虽然说没有到很特别，但是是台湾的味道。刚吃完饭，然后来 catch up 下今天落下的工作。我刚看到酒店说他们这边有提供免费的美式咖啡，所以我就请他送了一杯上来，其实不难喝。你在哪啊？现在我家在台湾，我昨天回台湾了。Oh my god！ 好，那我跟你稍微讲。喂 ，Hello， 现在可以吗？可以。可以。OK， 上个星期已经现在所有的 project 的进程。You're never on my mind。我刚刚有连续的会议，现在是两点半。我觉得今天午餐很合我意，是韩式拌饭。哎呦，等一下 ，You have to go。哇，也太多了吧！随餐搭配的是一个这个红石榴汁 ，Nice。能说台湾的隔离酒店伙食实在是比香港还要好太多了。希望我这次回香港的伙食也好一点。蛮好喝的。Hello。Hello。你对我无话可说是不是？对。真的、啊？你什么时候要去香港？那是我隔离的应该第三天吧，然后这个呢是好像区公所还是政府送来的，叫什么来的？关怀包。上次在台湾隔离好像也有类似的东西。我今天早上追剧追了一整个早上哦。By the way， 因为今天是星期今天是端午节，所以我们是放假的。非常喜气洋洋的一个颜色。OK， 这个口罩，各位，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大家有没有抬头 ？Oh my god！ 有排骨鸡面、苏打饼、夹心酥，还有燕麦片跟 choco pie。台湾真好，我爱台湾。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呢，我现在住进来大概第二天吧，我已经可以感受到
台湾防疫旅馆的伙食比香港之前那21天来的好1000倍。然后呢？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这个是我朋友刚刚 drop off 的龟迹。龟迹大家相信吗？我还没有喝过一个红柚翡翠跟龟迹浓乳茶。先喝奶茶。蛮好喝的。这应该是我姐给我带来的东西。啤酒。我姐今天在家里煮了饭。我大姐以前是不煮饭的人哦。据说她今天煮了白酒意大利面。我姐果然不记得除了蛤蜊之外我其他的海鲜都不吃的。现在准备洗澡。今天 By Jack 跟 Tricky Bunny 的歌1973的轨迹 MV 正式出了，我很喜欢。